小伟游戏说吃鸡攻略多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伟。在玩吃鸡时，有三个给力的队友非常重要，但你知道怎样才能找到给力队友吗？就在最近，和平精英刚刚上线一项新的隐藏功能组队大厅，能让你迅速找到开黑队友，已经有很多玩家试过了，效果还不错。具体的入口是左下角的组队组队大厅，进去之后我们可以快速加入当前发布招募的队伍，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筛选队伍，包括模式、人称、地图、最低段位要求、战术、是否开启麦克风等等，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选择，相信这样的队友肯定是比较给力的，不会出现一般局中比较坑的人。当然我们也可以当队长招募队员，发布的内容和刚才的筛选也基本相同，但需要注意的是最低段位只能和自己赛季最高段位相同，你最高是黄金也只能招募黄金的队友。小伙伴们，你们使用过这个功能吗？感觉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。喜欢的记得关注、收藏、转发下哦。我们下期见。